大家知道在首轮比赛当中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出现了 ECU 点的释放失误。开局红孩儿还是要比逆星更快一点的，但是这个弹射逆星很有进攻性啊。走，这边甩过来以后，看一下小野衔接一个 WCW 落地以后第一个侧身点，一个 ECU， 这次逆星放得非常好。对，但这个点挡到红孩儿爬上墙了。对，做了这样一台距离有点大了呀，没想在这样的一个弹射点出现了失误。对，转过来在平面上衔接一个 WCW 二连断空点，我的很细弹过来之后进入到第二圈，可以把这个优势不可能再出现问题了。对，这个绝对安全距离啊。看一下最后一个难点吧，这次没有问题，非常完美。本以为刚才的第一圈会在弹射点分出胜负，但没想到在弹射点的进阶处就已经出现了一波外卡内。是的，一顿顺利拉过来，看一下成绩是1分30秒73。首图还是逆星拿到手了，同样接下来将会由红孩儿选择第一张赛道，要不要直接上一个决战海滨之眼？嗯，我觉得可以，我第一轮比赛尽可能的把这张图给打掉，毕竟是红孩儿的王图，已知王图大家都会去率先打出来，牌的我觉得就没必要藏。对的，哪一张图更有自信就先打哪张。目前1-0。包括云游天府也是可以的，之前他们打的比较多的一张图，而且他的得分也比较高。哇，这个点直接是被挡下去了，觉得这里自己有机会看能不能做一波卡位。第二圈那里还是有一个脱飘。来了，开局目前逆星还是占到优势。走，看下起步，这边一个进阶过来，一个 WCWW 跳完以后，华尔前面的路线更为完美，但前续延过来，双方都延上了，再衔接一个进阶穿，目前红孩儿已经反超了逆星，这边落地点之后看一下路线，我逆星也很完美，男人都比较完美。对，是的，调过来也可以延上，弹射也没有问题，进入到第二圈，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路线。对，这张图其实就是细节问题啊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也太完美了。对，还干扰到了红孩儿这个位置。我这逆星的这个路线是目前我见到最完美的一次。对，而且他还能够干扰到了红孩儿，是借力，对，利用过山车下来的那个速度干扰到了，但这边路线歪了。这边歪了之后，红孩儿上来了，这一波最后一个弹射，看一下也飘完，把红孩儿顶开。哇，这波红孩儿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对抗了，这一把真的是神仙打架，这一回合，有点刺激啊。是第一圈，很明显是红孩儿他的整体路线会更加的完美，所以在第一圈没有大家都没有失误的情况下，是拉开比较大的差距。而进入到第二圈，逆星的那波对抗真的是非常完美了。是的，
样一来，阿基姆是连拿两分，现在比分来到2-0。下张图还是由红孩儿来选。对的，但是红孩儿在第二圈的这个进攻啊，打得非常漂亮。啊，这边他是这边是一个叠加出现的问题，对，就一个 WCW 的速度。但是看这里，哇，直接一个。哇，这太漂亮了吧！这神之路线，来看一下开局。这次起步，逆星还是占到了优势。同样，但是开出来之后，红孩儿和逆星两个人的车距没有拉个的特别开。的这边直接出弯过来，接下下一个弯道。连上，衔接一个点炮 CWW， 落地一个 ECU， 两个人路线完全一致啊！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对抗，马上来到这边吃掉。每次红二去钻内线的时候，就感觉有点惊心动魄，有点小蹭墙，稍微拉开一点点距离，看一下下一个测试点，这边顺利突破，再接续连上。弹过来，没问题，两个人的路线都比较完美。嗯，再继续延续延上。好，但是就出了个 CW， 这一个 CW 之后，速度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。这赛想要跟上逆星就有难度了呀。对，而且这张图后续难点不多了，这再拉一个 WCWW， 而前面宁青的影子也已经出现了。但在这个弯道还是拉开了一小段距离，王逆星的出弯有点慢了，但是这是无关紧要，不需要破记录。来到终点线了，这就好了。哦，跟得很近，要撞吗？撞不了，够不到的那个距离，还是有点远的。3-0的开局，这把王图都要打一遍啊！海滨要不要打呢？觉得要打，但同样如果说要把别的图单圈图打掉的话，长城也可以，但也可以留一下。下3-0了，现在就是要再去打战术的话就比较难了。是的，这里就再很难追了，一个单喷过来之后，后续这个出弯还略显着急，这个点，而且防止下一轮云海选这张图。来了，开局双侧身，先把一个氮气衔接一个 CW， 都走右边。小飞下来之后，红孩儿还是有领跑优势的。对，有小车身位的优势。哦，这里测试拉过来，拉得好快。逆星这里有对抗的机会，看一下延续过来以后，撞歪了，这边跟车跟的有点歪。刚才那个视角没太看懂，感觉是被带到了一下路线，好像是他在中间飘了一下。这里脱飘了，当然是歪了。但是后面逆星距离有点远。就释放过来 CWW， 短空调落地。是的，这个距离很难追，只要这个跳台不出现失误 ，RK 就可以拿下这一分。没错，而且这个跳台的话，只要求稳过，哦，很稳啊，撞一下也可以，直接撞过来。那恭喜 RK 扳回一分，3-1。现在比分来到3-1。
下一张图还是由 RWK 来选。对的，选什么呢？继续要打同车吗？那我觉得可以把海滨之眼打了。海滨之眼也是 RGM 对，之前云海打的也比较多的一张赛道，就既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赛道，而且可以规避后续云海去打这张图。其实这张长城就打得很好。嗯，这张长城是这两天云海一直会去选的赛道。1分08秒15。啊，这边撞到左边了。这里红孩儿也是有一点失误，这边红孩儿直接稳着来，根本不玩花里胡哨的飘飞，所以这就是红孩儿的想法了。对，来看一下这张图的起步，这边一个氮气，哦，把逆袭挡上墙了。对，第一个弯道直接把逆袭挡上墙，而且手上没有氮气，连续的补气过来，已经拉开比较大的距离。这红孩儿开局的优势很大呀。起步的对抗优势是拿到了绝对的领跑，直接弹过来。这天行有点难追了呀。是的。再弹过来，来看一下这边。是的，过来之后连续的延续，一个 ECU， 被动也来了，直接到下一个进道点。哇、哦，这边红孩儿还是这边转向过来。是的，然后空中再叠一个 CWW， 练过，有练过，这就是花火。对，再弹射路线很极限，再出以后是这波侧身，再前续延上，只差最后的两个弯道。哦，比分要来到3比2了。连续拿分，拿到了2分3比2秒，3比2的分数。下一手是不是可以反打他的天行呢？那肯定要反打天行了，雪山这边、不用想了。那雪山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逆行就直接拿机甲了呀。嗯，对，就是要看逆行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吧。或者天行还能打什么图？机场，机场也直接拿机甲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下一局都一定要拿机甲了，要拿出这个。要不就直接选一手拿机甲的图。但是其实选了拿机甲的图，最后一张图是。那下一局就选逆行来选。但其实，你下一轮不打天行的话，无论如何这个天行打不出来了。天行都上不出来了。对，你3比3，逆行不可能选一张天行的图给你打了。是。这边其实红孩儿也有被影响到，对，但是没有逆星这么大的失误，是逆星直接上墙了，单图就可以了。但是要看星皇在这张图上的发挥吧，因为现在也不太清楚，但我觉得肯定还是天行跑起来更舒服一点。来了，开局的侧身拉过来打个 CW， 换了个氮气。哦，逆行很快啊！过来，这段路天行感觉发挥的空间更大一点。这是后半段，后半段传言书落地以后，过来前面先跟着。刚落地也是延上，也用了一个进阶，打不了了。飘飞的路线太靠外了，再释放 ECU， 再来个单兵神阵 CW。是的，要来到天行者的墙、这没有侧过来，直接撞上去了。红孩儿操作失误了，这一波绝对的优势点没了。对，他刚侧身没拉出来，直接撞过去。那这样的距离没问题，而且逆行现在已经是领先了后再一段距离。是的，
这局还要刷记录吗？啊，这里毕竟还是要甩断天行，对，天行直接放氮气。所以这个车其实天行在后半段就是后半段的优势，绝对的优势点啊。后面长云区落地以后几个弯道都是天行的优势期。那比分定格在了4-2，还好吧？你觉得对于 RNG 键盘说，对于 RNG 键盘说能接受，只是对于红黑二来说，在最后该发力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其实确实不应该。这局是完全有机会能够拿下的。这局主要还是那一个操作失误点，其实其他的都跟的挺好的。对，大家最终4-2，已经拿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，下一局就要交给自己的队友了。这个点太伤了，而且氮气也没了。是，最后逆星也是成功的将这分拿到手，4-2。换上云海。